激光脱毛虽然操作很简便，也很安全，但是呢，这也是必须在有资质的医生或者技师在操作的情况下，因为有很多没有经验的一些操作者啊，然后对我们的要脱毛的求美者啊，他的肤质啊，他的毛发啊，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估，然后射的激光的参数有问题。就会产生很多的不良反应，比如说起泡啊、红斑啊，有的更严重的会产生斑痕。但是这在激光脱毛中，发生率很低。